好，我们来看看肝硬化啊。肝硬化我不强调，大家都知道，无论对职业医师还是助理医师都是重点，每年都有大量的事情出现啊，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重点当成重点来进行复习。好了，我们先来看看病因呢。病因你们虽然讲了很多，讲了上四条，那么真正对你考试有作用的我估计就第一条第二条，尤其是第一条，对我们国家的人是最常见的病因，病对肝炎。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个病毒性肝炎好发区，好发到什么程度，说我们据统计，我们国家受到肝炎病毒威胁，就是得过乙肝或者即将得乙肝的，那么这种病人大约占 22%， 然后大约在 22% 的这些肝炎病人大约有 22% 那么得肝硬化，在肝硬化的病人又有 99.9% 到 16.6% 的肝癌。所以由于我们国家是个乙肝大国，所以肝硬化的病人也多，肝癌的病人也多。所以走到哪个地方去啊，消化那一刻基本上是，特别是消化那一刻带有传染感的，以肝炎为主，乙肝为主，和肝硬化的病人住院的病人都多。在普通外科肝胆外科，那么肝癌的病人也多，所以有些他甚至搞个肝炎病房、肝炎病区，就是一个医院单独把这个肝癌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嘛相当多了。好了，大家就知道了这三部曲，我们一个肝炎病人就三部曲，肝炎、肝硬化、肝癌，就完了，这个病人就到了人生的尽头。所以大家注意，我假如要处理肝硬化的病例事情的实体，我怎么出？这个病人有乙肝病史 N 多年，这个病人有肝功能异常大约十年，这个病人有25年之前体检 HBsAg 阳性，哎，他就给你个暗示，你个肝炎。经过50年之后怎么样 ？N 多年之后怎么样？变成了肝硬化。然后在他的基础上，假如再出现个肝脏的肿大、指印，甚至假如他没阳性，那就靠你肝癌去了。所以这三部曲，希望大家做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火眼金睛。他一提到肝癌，一提到肝炎，大家要想到，特别是乙肝，就要想到肝硬化、肝癌，是不是考虑这两项？因为在我们国家，病毒性肝炎，特别是乙型肝炎，是我们国家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大概占多少？60%到80%，就60%到80%都会有肝炎，特别是一头一尾啊！大家注意了，一头一尾不容易成肝硬化，中间的都容易成。一头一尾哪一头 ？HABCDE， 就是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就甲乙丙丁。就是我们说一头一尾不容易患上肝硬化，而且 HIV 甲肝容易痊愈，而且 EV 也容易痊愈，不容易形成肝硬化。中间的 HBV、HCV、HDV 感染都容易形成肝硬化，尤其大家相中，大家假如只有一个的，那么加 HBV 乙型肝炎感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好，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那么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病毒性肝炎。对国外来说，对西方世界来说呢，酒精，慢性酒精中毒引起酒精性肝硬化，它占所有病因的50%到90%。为什么？国外它不喝茶，它也不喝水，它是喝酒，特别啤酒，就像他们的，就像我们的饮料一样的喝。所以国外人酗酒的比较多，因此慢性酒精中毒的引起的肝硬化比较多。所以他假如今天问你，我们国家的人那么肝硬化最常见病因一大病毒肝炎，国外最常见病因一大酒精中毒，在我们国家有没有酒精中毒做最常见的？有，西藏所有的肝硬化的病人大约60%都是酒精中毒引起的。大家都在看的藏民标配就是第一一个藏刀，第二一个酒壶，是不是？所以他们那里人生活习惯跟国外人很相像，也是酗酒，所以那么也容易得酒精性肝硬化，所以这酒精中毒引起的。好了，其他的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胆汁淤积从来没考到过，药物，那么药物也从来在内科学没考到过，原来在病理学经常引起考到肝硬化的有个药物四氯化碳，肝脏中毒引起的肝硬化，这现在啊也不怎么考了。好，其他的肝循环的障碍、血吸虫病引起肝硬化，在外科学要跟大家讲的两个肝硬化，一个肝炎肝硬化，一个血吸虫病肝硬化，还有第三个免疫紊乱引起的，这是免疫性慢性肝炎，一个遗传代谢因素引起的代谢肝硬化，一个隐性肝化病因不明的。这些病因大家注意了，在这个章节里面这讲的这五个病因都没考到过，
了解一下就行。我估计他要考虑你比较变态的，你变态的考虑一下行不行呢？隐源性肝硬化。他说隐源性肝硬化是指什么东西？病因不明的隐源性肝硬化。那么可不可以呢？也可以的。所以这就是病因啊，这些病因关键掌握第一项二项。那么这张幻灯片里面这五个病因都没考到过，了解一下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肝硬化的患病机制。肝硬化的患病机制大家注意了，那么就是肝细胞的坏死，坏死之后形成显化，显化之后把这肝小叶包裹起来了，形成个什么细胞坛，我们叫做假小叶。所以假小叶形成是肝硬化最典型的也就是特征性的病理变化。好了，大家注意左边这个头 H 染色，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肝细胞的肝小叶，大家看看我鼠标所指的这画一画啊，这大家就是这个肝小叶的部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肝小叶的部位一部分，这是另外一个肝小叶的部位一部分，这又是一个你右下角又是肝小叶的一部分。所以大家看看这些中央动脉啊，这中央动脉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这几个正常的啊，正常的这个肝小叶的一个基 H 染色的这个光镜头。好了，大家注意什么叫假小叶呢？这大家看看像堰塞服一样，是不是也看得来像个堰塞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假小叶形成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中央动脉啊？没有中央动脉，心上中央动脉可以有，可以有无，可以一个，可以两个，可以三个，四个都可以，这就是假小叶。肝细胞所的排列没有这边左边整齐了，正常的整齐，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种假小叶可大可小，你看可以小一点点，可大有很大。所以这些假小叶形成，假小叶形成是肝硬化的特征病变，只要记住这一项了，看着假小叶这三个字就想到肝硬化。反之他假如给你肝硬化，他问你最常见的病理学表现是什么，那么你打假小叶形成。好了，大家注意了，在假小叶形成的过程中，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它的概念，为什么叫假小叶，是肝细胞所增生之后，那么形成个纤维锁把它包裹，一堆肝细胞在一块，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假小叶。好了，大家就注意了，这个纤维化，纤维化一个什么东西有关，你们没考到过啊，我跟大家说过纤维化跟什么细胞有最有关系，这个研究生考试专门考了这个，它是肝纤维化最有关系的细胞是什么，星状细胞，星状细胞最主要的，其实库珀细胞肝细胞都可能出现，这就是星状细胞最主要的。正因为它考过一次啊，医学都是医学中心出题，但是你没考过你们，没考过你们职业医师助理医师，研究生考过，所以我跟大家用黄叶式东西标记出来了，万一他今天再考个这个东西呢，不插缸啊，所以你们考过这个新东西。好了，我们再来继续看呢，以色列这个事情，男50岁，这个病人乙肝肝硬变死30年，很多年有乙肝肝硬变死的，要么考你肝硬化，要么考你什么肝癌，纠结的考你肝硬化肝癌，继续往后看，大肝这个病人有腹胀，有乏力，有双下肢水肿，伴尿少，这都算肝硬化的典型症状。 B 超啊，看看心脏肝脏啊，有灰色症出，不均匀，中等腹水，一个多年乙肝病史的这种病人，那么有中等量腹水，有下肢水肿，有腹胀，有乏力，这是一个时代上级的肝硬化的典型临床表现。那么问你，这个病人最可能的病理表现是肝脏的病理表现是什么？假小叶形成吗？假小叶形成是肝硬化的特征病变，所以答案是 B。其他的行不行？答案 A， 肝细胞脂肪变性行不行？肝，大家就注意啊，肝细胞是肝脏脂肪变性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器官。但是大家注意了，在肝硬化的时候，在肝炎的时候很少有脂肪变性，在肝硬化的时候常常有脂肪变性。淤血性表现主要介于淤血性肝硬化，淋巴细胞介于主要介于病毒性肝炎，小胆管普遍淤胆，主要介于淤胆性表现。所以说 ACDE 都不是它特征表现， ACD 都不是它不是肝硬化的典型表现，就是普通肝硬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呢。那么肝细胞脂肪变性是一般性的表现，因此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什么？答 B， 假小叶形成是肝硬化的特征性表现。好，我们来讲它临床表现啊。临床表现，那么它代偿期和时代偿期是不一样的，代偿期一般没有什么临床表现，但是有几个临床表现竟然考到的，希望大家注意啊，肝脏或脾脏，其他的什么没有特异性，
像虎不死，华丽思维不准，消化不良腹泻，什么消化性疾病都会有这症状，他考虑干什么呢？所以这些症状大家即使带上去的不被盗，他也是肝胆相同，他也很少考到你。那么专门用于考的就是肝脏或脾脏，为什么呢？这个跟大家想当然相反，所以他就经常考着大家，大家就经常错。这个什么回事？大家看看，脾脏无论你是早期晚期，不管你带上期还是失带上期，只有一个肿大。你即使在晚期有门脉高压症的时候，那么脾脏肿得更大。第二个肝脏，大家看看，在早期是肿大的，在晚期是萎缩的。早期由于肝脏炎性改变，那么它可以肿大；在晚期呢，由于肝脏显化它萎缩。所以大家记住啊，对于肝病的病人，不论什么肝病啊，肝病的病人，我们不怕大，就怕小。你比如说，你当医生的时候检查这个病人肝脏是真大的，你们肝内下3指4指，肝脏很大，那就明白什么？要么肝炎，要么肝硬化的早期，不怕它大。就怕它小。假如一检查这个病人是萎缩，你比如说对肝炎来说，假如这个病人是重症肝炎，大量的肝脏坏死，那么它体积也会是缩小的。而肝硬化呢，在晚期的时候，你看体积也是缩小的。所以我们不怕它大，就怕它小。小证明它病情到达晚期，所以晚期是缩小的。因此大家就记住了啊，这肝脏早期大，晚期小，脾脏无论晚期早期都是肿大。好了，大家注意肝硬化，那么肉眼看有什么特点？这些肉眼观察的特点啊，这就跟整个肝脏，你看肝脏表面有很多很多的无数这种结节，那么这就是什么结节性肝硬化。好，有一些结节比较小，你比如说这种肝硬化的结节，有些结节比较大，那个大结节肝硬化，结节比较大，所以这都是什么肝硬化的啊，肉眼的改变。好了，我们看时代上期啊，时代上期那就考虑更多了。时代上期临床表现总体来说啊，有很多临床表现，那么总体来说把它分为两大类，一大类肝功能减退的表现，肝硬化，那么由于肝脏毁损，当然肝功能会减退。第二个，在晚期时有门脉高压症的症状，所以主要表观这两个方面的症状，这两个方面的症状一定要给它分开，它常常把肝功能减退的症状或门脉高压症的症状分在一块，要你来找，有时候题目要你找哪个是肝功能减退的症状，有时候没有题目要你找哪个是门静脉高压症的表现，所以两个一定要给它分开。大家假如知道它的机制，自己想一想就很容易把它分开。我们先来一个个看啊，看肝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当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当然有消化系统减退的表现，你比如说消化吸收功能的减退，食欲减低，腹胀厌食，进婚姻时候容易腹泻，进肥之后，例如高脂肪时候容易腹泻，进油腻时候容易腹泻，这都是肝功能减退的表现。好了，第二个就是营养不良，包括消瘦、乏力、精神不振、皮肤干枯或者水肿、黄疸。肝细胞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当然会有黄疸。好，我们再来看看出血，牙龈出血或者贫血的症状，主要与肝功能减退的有关。肝功能干什么事啊？合成凝血因子，绝大多数的凝血因子都是由肝功能肝脏来合成的。当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凝血因子合成较少，当然会引起出血。所以他经常这样考你。他说肝功能减退的病人容易引起出血，其原因主要与什么东西有关？原因是什么东西有关？肝脏合成的凝血因子减少有关。正因为他经常考，所以我就跟大家用黄叶式的啊自己表示出来。既然这个出血之后还与什么东西有关？脾脏功能亢进。当脾功能亢进的时候，那么你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当然会引起出血，还毛血管出血增加也有关系。好，后面两个答一下啊，由于它不是主要的答一下，因为它是个一型体嘛，只要你答一个嘛，所以都基本上答案都是答的凝血因子减少所致啊。当然脾脏功能减退导致的血小板减少，它又有另外一种考试方法。他说当肝硬化的病人常常会有血小板减少，其原因是因为脾功能亢进，他会这样的考你。所以这个凝血因子减少跟出血有关系，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不愧是华人，这个从来没考过啊。肝脏对炙热因子的灭活作用减低，当然会引起发热，这是大家都知道啊，在诊断学大家都学过啊。发热之所以发热，第一个是白细胞的炙热源，第二个是炙热因子。所以当炙热因子在肝脏灭活减少的时候，当然它会引起不规则发热。还有地大没血症，
所有的蛋白质除了伽马球蛋白之外，有浆细胞合成之外，其所有其他的蛋白质都是肝脏合成的，包括白蛋白。所以肝功能减退的时候，白蛋白合成减少，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合成减少，除了伽马球蛋白之外。因此这种病人常常会导致水肿、腹水、胸水都会出来，这都是肝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所有这个减退的这些表现中间，最容易考到的第一个，凝血因子减少导致出血；第二个，白蛋白降低导致下肢水肿。哎，这两个最容易考到啊，其他的什么吸收障碍、营养黄疸很少考到大家，华人很少考到大家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你刚刚的检测另外一些表现，激素的表现。那么激素的表现，大家看看，我这里跟他写了几个激素，写了七个激素。这七个激素为什么高，为什么低？是不是很容易考到的？考到大家不容易注意，就很容易备份，有高的有低的，有四个高的，有七个低的。那么这四个高的怎么记？我跟大家说过，假如大家能记到他的临床表现，那么这四个高的，那么大家就知道了。第一个，肝功能减退、肝硬化的病人具有蜘蛛痣肝脏，蜘蛛痣是门静脉支配的上静静脉支配的区域，它常常有个蜘蛛痣，我们拿着棉签这个头啊给它一压，这个蜘蛛痣就消失了，一松它也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实验技能检查的几个检查的时候会跟他讲到这个蜘蛛痣。第二个是肝脏，肝病的病人大家注意了，看到这个病人就有个肝病面容。第二个，把手掌伸出来，大鱼肌小鱼肌，大家一看啊，就有什么肝脏。好了，跟肝脏和蜘蛛是什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你肝功能减退，在肝脏灭活的刺激素比你灭活减少，导致体内刺激素增多，那么就会出现肝脏和蜘蛛。所以假如你记得到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蜘蛛痣肝脏，那你知道它的原因，当然你记得到这个刺激素是增高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啊，大家注意了，所以在肝病的病人，长期肝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性乙肝的病人，20年30年之后他突然出现了肝脏蜘蛛痣，那么就证明他什么刺激素增高。刺激素增高一增高怎么样啊，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你比如说男人性欲减退，睾丸萎缩，乳房发育。女性呢，由于你刺激增高，那么她的内分泌紊乱，导致月经失调，闭经不孕。所以肝功能减退的这种病人，假如出现这些内分泌紊乱的时候，那么大家考虑是不是刺激增高引起，尤其是蜘蛛痣和肝脏啊，这两个原因考到。好，大家经常在考虑了，下列哪一个临床表现是由肝功能减退所致？打蜘蛛痣肝脏。反过来大家问你，那下列哪个临床表现是刺激素增高所致？蜘蛛痣、肝脏。或者他这样问你，肝脏蜘蛛痣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刺激素增多，肝脏灭活减少。好，这就第一个，大家记得肝脏蜘蛛痣的这个原理，那么也就记住了刺激素增高。第二个大家知道了，我刚才说长期肝病的病人，假如肝硬化会有什么肝病病容。什么叫肝病病容？肝病变容就是看到这个人的颜面的两面的跟那个宋小宝差不多，皮肤颜色很深，有深邃程度，一看就是这种是吧？好像不正常的人啊，脸色很阴暗，非阴暗。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肝病变容呢？是由主黑素增多，主黑素也是在这在这肝脏病灭活的。当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当然主黑素增多，就是黑素增多，黑素增多当然会出现颜面无光、肝病变容，跟宋小宝差不多。好，这就第二个。第三个，抗利尿激素增多。好，大家怎么记？抗利尿激素增多，全国都增多一个计划，腹水形成。大家知道的，肝功能减退、肝硬化的病人都最后有腹水。为什么腹水会形成？因为他的抗利尿激素增多，全国都增多。当全国都增多的时候，全国都有保水、保拉、排钾的作用。当保水增多，计划全国都增多之后，当然会导致的腹水形成增加。抗利尿激素假如增多的话，那么腹水也会形成。这所有的四个的箭头都是向上的，所以大家就通过这个临床表现，众所周知的肝硬化临床表现，自己就给这个临床表现也记住了，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也记住了，是不是？肝脏肝功能减退的病人，肝硬化的病人有脂质肝脏与刺激增多有关，与肝病病人综合的增加有关，有腹水跟抗利尿激素全国的增多有关。希望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全国统已经考过很多次了啊。
尤其是研究生考的最多了，你们还是考过一次啊。大家注意了，他在这里全国的增多，你看看我们那些黄医师自己表示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常考这个记忆法型全国的增多，他常常把这个记忆法型改个原法型。哎，问你哪个不错误，哪个错误临床表现哪个错误，哎，他不是原法型增多，是记忆法型增多，是由于你肝脏功能减退之后使全国的灭活减少导致的计划性全国的增多，所以他改革原环境原环境错了。好，这个就是他的临床表现。当然你这个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引起腹水巨化的全国的增多症，我假如用全国的健康性多内置，是不是使你腹水减少啊？所以经常他还出这种题目，你比如肝硬化腹水的病人，那么首先你了解是什么多内置。好，我们在后面治疗时跟他讲，所以大家就结合着这个临床表现结合他的治疗，这样前后的治疗大家与我贯通了。好了，大家注意了，除了这四个啊急速增加箭头向上的表现之外，还有三个啊，大家注意了，还有三个急速减少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高有低嘛，四高三低，雄激素减少，这个很好了解啊。你跟人的体内假如刺激的增多，那雄激素肯定减少了，所以这其他的原因，那么你就不激发。那么它真正的机制呢，是由刺激的增高反馈性抑制垂直主性腺区，抑制 LFLH 和 FSH， 当然你的雄激素要减少。第二个减少的激素就是糖皮质激素，原材料啊，大家注意，胆固醇的合成减少，那么肾上皮质合成的激素就会减少。好了，合成糖皮质激素的原材料就是胆固醇，当肝硬化的时候，胆固醇会减少，当还合成，因为胆固醇是在肝脏合成的，当肝硬化的时候，胆固醇合成减少的时候，那么合成糖皮质的原材料胆固醇减少，当然那么合成结果肾上皮质激素会合成减少。好，大家注意了，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啊，大家注意也在肝脏灭活合成，所以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中的 T3 有你 T3 降低，当严重的时候 T4 也会降低。好，大家注意这七个激素中间有四个增高的，有三个降低的，你看看有什么特点，三个降低的基本上都找不出对应的临床表现，是不是？四个增高的，刚才我说都找得出来它对应的临床表现，对应的肝硬化的肝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包括蜘蛛痣、肝长、肝病、面容腹水，所以你这样你就可以把什么把它记住了，就不会哪个高哪个低那么分为一谈，考试的时候不知道哪个高哪个低的。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二大块的临床表现，就是门脉高压症的临床表现。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肝硬化的病人除了肝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之外，我们刚才讲的还有门脉高压症临床表现，哪些临床表现那么跟门脉高压症有关系？第一，腹水，大家注意腹水比较特殊啊。腹水你看看在门脉高压症的时候，那么引起腹水有几个原因呢？有五个原因啊，这个是五个。我们刚才说了，腹水也跟什么继发性全国的增多症以及抗逆的激素增高有关，也跟我们肝脏功能不良导致白内障合成减少有关，所以大家注意，你看看这里腹水的形成原因，在门静脉高压症有五个原因，在肝功能减退那个章节里面有三个原因，所以五加三等于八，八个原因，这就门脉高压症。好了，腹水其中五个原因是门脉高压症引起的，三个原因是肝功能减退引起的，所以腹水比较特殊，腹水是既有门静脉高压症的参与，也有肝功能减退去参与，所以有些比较难的题目，他就这样出。下列哪一个临床表现，既有肝功能减退参与，也有门静脉高压症的表现，哪一个？哪一个？腹水啊！所以想的这临床表现中，两者都占有的就它了，腹水。所以它这是个一个什么？踩在两个中间的桥梁上面的啊，你叫像你叫桥一样的东西，腹水。他所以他就被计算原因考到你啊。好了，我们肝功能减退的这个引起腹水原因跟大家讲了，第一，白的脉减低，肝功能合成减少，第二，抗逆尿激素，以及第三个，全骨酮都在肝脏病灭活的，当肝功能减退之后两者都会增高引起腹水，这三个原因啊。好，我们再来讲一讲门脉高压症的这五个原因。第一个，漏出液，它放在第一位，这最主要的就是当腹腔内脏的血管末端的积水压增高的时候，组织液吸收减少，那么直接漏入腹腔导致腹水。正因为这样，所以
我们肝硬化的这个导致腹水，常常的典型的液体性质是什么？是漏出液，而不是渗出液。渗出液是炎性渗出所致，漏出液呢是肝硬化腹水所致。所以大家注意了，它典型表现就是个漏出液的表现。那么一个漏出液，那么整个腹水的特点大家都应该搞清楚了，什么特点？漏出液比重小于 1.018， 那么细胞吸收小于500乘以 4.6 次方，蛋白质阴性，逆反的试验阴性，蛋白质定量小于30克每升。好，那个典型的漏出液的临床表现大家都会搞定了。第二个是有效血氧的血氧减少，是用量减少所致。第三个是低蛋白血症交替正在降低所致。第四个刚才我说了，是饥寒全谷的增多以及抗力的限制增多所致。好，还有一个淋巴液之肝薄膜表面露出腹腔。好了，大家注意了，这就是他的什么门脉高压症在腹水的这个地方的原因产生的原因。所以腹水既有肝硬化肝功能减退的表现，又有这五个啊门脉高压症跟它有关的表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撤支循环。什么撤支循环？门静脉或体循环之间具有撤支循环，这常见的这几个撤支循环有四个。那么最主要的跟我们临床关系有最主要的考试最多见的就是食管下单、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畅消的出血嘛。所以它最常见，产生病患症最常见，那么也最常考，又最重要，所以这些最常见的病患症啊，这是撤支循环里面。第二个病患症在哪儿？撤支循环在哪儿？在肛周、肛门啊，在直肠上面。所以门脉高压症的病人常常会导致痔疮。当在临床上一个病人你跟他做了痔疮手术之后，他马上又发了，那么你一定要追查原因，这个痔疮不简单，很可能就是门脉高压症的表现。所以本来这个门脉高压症别人痔疮是个带伤性的表现，你跟别人当普通的痔疮做了，当然他不会好。第三个就是雷氏静脉丛在腹膜后啊，这就打开肚子外科医生才能看到雷氏静脉丛的曲张。第四个脐周血管的海蛇图样改变，大家注意的。所以腹壁血管的脐上向上，脐下向下，这样方向流动。好，这四个啊，那么这四个方面，四个这种交通支都要开放，那么其中以食管下单胃底曲张静脉这个交通支最最重要，最常考，希望大家重点了解这一个。好，第三大块临床表现，门脉高压症就是脾大脾功能亢进。大家看啊，当我们脾脏啊，这我们门静脉跟哪个相连呢？跟脾静脉相连，脾静脉是门静脉的主要枢支，所以当门静脉一高压的时候，那么脾静脉首先充血，脾脏就充血肿大，被动的充血肿大。所以门静脉高压症的时候，那么他经常考虑，他说门静脉高压症首先出现的临床表现是什么？脾大。为什么？因为门静脉高压首先出血的就是你最主要的肥瘤支脾静脉，那么脾脏当然会淤血肿大，当脾脏肿大的时候，那么外周血像酸系就会减少，白细胞、血板以及红细胞都会减少，外周血像酸系减少，那么叫做脾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脾脏大，在这个地方流到这个地方的流血就多，那么外周血的酸系细胞在脾脏这个脾窦里面，它就把你吃了，拦截下来，拦截下来，今天干掉你，明天干掉你，追逐就是结果，就把你这个酸系的这些血细胞都给吃掉，吃掉了之后，你当然外周血的酸系减少，那么脾脏就会大，这叫做脾功能亢进。所以大家注意，当肝硬化的时候，这个病人脾脏很大，很可能导致什么血小板减少，那么就会引起出血。所以肝硬化的时候引起出血，主要的原因除了凝血因子减少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脾功能亢进导致血小板减少，这个知识点大家经常考虑啊。所以经常考到的这个眼，我跟他用圈圈圈起了啊，这是个漏出液，这是个最常见的变化症，他也能考虑啊。首先出现的是脾功能亢进，还有血小板减少引起出血，也经常考虑。好，这一张幻灯片里面，那这四个地方是常考点，希望大家给他记住啊。我们看以八年考的这个试题啊，这个试题比较简单，肝硬化腹水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有中心静脉增高、门静脉增高、醛固酮分泌增加、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肝内淋巴液容量增加和淋巴回流不畅。大家可以看到，
这五个大项中除了 A 之外 B、C、D 四个大项都是肝硬化忽视形成的因素，但是以哪个因素最为主呢？是决定因素呢？煤气门高压。所以忽视的形成既跟煤气门高压有关系，也跟肝脏功能减退导致白内障降低有关系，但是以哪个为主？煤气门高压症。所以肝硬化的病人导致煤气门高压症常常都会导致忽视的形成，所以 B、C、D 都是忽视形成机制，但是哪个为主啊？煤气门高压症为主，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 B。好了，大家注意，中心静脉增高跟忽视形成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哎，这在我们的生理学，哎，已经学过无数次了，是不是？好了，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 B。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试题，男40岁，华丽，反复牙龈出血，皮肤出血点1年，乙型肝炎病史11年。大家注意了，只要一个题目给你乙肝病史更多年的，那么很可能就考你乙肝发展之后变成什么肝硬化，或者乙肝发展之后变成肝癌，或者乙肝发展之后到最后肝性脑晕。所以大家也形成条件反射，在内科学只要是乙肝病史更多年，那么是不是考你肝硬化，是不是考你肝癌，乙肝脑癌变，是不是考你肝性脑病。哎，又怎么来考你？你就看后面的这些后面这些体征。假如他有什么肝脏质 ，OK， 这是考你肝硬化。假如说考你肝脏的质地比较硬，哎，什么 ALB 增高，那是考你肝癌。假如考你神，这个病人神志有改变，那是考你肝性脑病。所以大家一定形成条件反射，究竟考你什么？哎，大家再继续往后看，你看左肋下可就一包块。哎，一个肝硬化的病人，假如左肋下出血包块，那是什么？脾脏，是不是？哎，边角亲质地啊，质地人有切疾，为什么切疾？脾切疾嘛，所以呼吸而移动，没有牙痛，问这该包块主相互的这个包块是什么？一个长期乙肝的病人导致肝硬化，导致门门高压，高压之后脾脏淤血，淤血之后导致脾脏增大，所以他会什么有脾脏增大？因此左上会有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应该是脾脏。因此正确答案应该答 C， 哎，就 OK 了，不会是左肾啊，也不会胰腺癌、胃癌、肝脏浊液，这跟这个题目完全不搭界，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来看看原来考过试题，你看看乙四年级考的试题，大家明白？高压症主要的临床表现不包括哪一个？当出现门门高压症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有什么充血性脾脏肿大，这首先出现的临床表现，所以答案 A 正确，答案 B。当门脉高压症的时候，有食管下单胃底静脉曲张，这里破裂出血，那么就会引起上下颌的出血，导致呕血或黑便，所以答案 B 正确，答案 E 也正确。当门脉高压症的时候会出现忽水，所以答案 D 也是正确的。那哪个不正确呢？ C 肝脏。所以门脉高压症没有的表现当然是肝脏了，肝脏质我们刚才说了是由于肝功能减退导致的吃激素灭活减少导致一个临床表现，所以它与肝功能减退有关，而与门静脉高压症无关，所以答案是 C。 当然呢，假如这个题我再答一下，下的临床表现具有门脉高压症有关又与肝功能减退的有关的是哪一个，那么你就答 D 啊，腹水。刚才我已经来说了这答一下还是这几个答一下，所以大家给出答一下就不一样啊，希望大家你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乙三年这个试题，其实肝脏对吃激素灭活作用减退的体征两个嘛，刚才跟他说了一个质，一个什么，一个肝脏，所以答案是 A 啊，所以就马上跟他搞定了。其他的几个跟吃激素灭活减退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呢？没有。皮肤紫癜，皮肤紫癜只跟血液门减少有关系，腹壁静脉曲张跟门脉高压症有关系，脾大跟门脉高压症有关系，但以滚膜黄染跟肝功能减退有关系，所以这B、C、D、E 都不是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试题，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患者出现全血细胞检查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肝硬化病人活病门脉高压，这种病人常常有全血细胞减少，为什么他的全血细胞减少？哎，因为有门脉高压症的病人常常有脾脏肿大，脾功亢进，当脾功能亢进的时候，今天这个血液循环流到这儿，脾窦把这个全血细胞红细胞、绿细胞、血小板拦截下来干掉，明天再给它干掉，久而久之结果就会导致脾功能亢进的病人出现什么全血细胞减少，所以这就是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病人出现脾大脾功能亢进的原因，哎，导致全血细胞减少的原因。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答什么？答 D， 是由脾功亢进干掉了这些血细胞所致，所以正确答案答 D。
好了，打个黑，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不会有权益细胞减少的啊。你比如说徽州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营养不良，你看看他有没有权益细胞减少没有吧？消化道出血，门把高压的病人，你看没有谈到他消化道出血，你为什么打消化道出血呢？是不是？所以不打 B。肝功能减退，肝脏它不造血细胞啊，血细胞是在骨髓里面造的，所以你肝功能减退的病人不会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的。哎，病毒感染，本末高压症的病人跟病毒感染有什么关系呢？完全不搭界，是不是？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答 D 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5年这个试题，大家再看啊。男性58岁，这个病人反复腹胀尿少3年，家中伴双下肢水肿，腹围明显增加，这个病人乙肝病是 N 多年啊，15年。乙肝病是很多年，再次就说了，那么不是考你肝硬化，就是考你肝癌。那么这样一看，大家看啊，腹胀尿少，双下肢水肿，那么这个病人腹围增加，腹围增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腹水嘛。所以这个病人乙肝病时又有腹水，又有尿少，肾功能减退，又有水肿，又有下肢水肿。这一看就是什么？这一看就是处于华章为肝硬化了。那么问你，腹部体检中不可能出现的体征是什么？也就是一个肝硬化的病人不会出现哪些体征？答案 A， 腹式呼吸减弱。既然你有腹围明显增加，有大量的腹水，腹式呼吸肯定会减弱。说 A 正确的，答案 B， 答案 C， 全腹喷脓。既然你有腹水，大量的腹水，当然你全腹喷脓。既然你有腹水，当然移动作用阳性。说 C、D 都正确的。既然你有腹水，当然夜不诊断也会阳性。说 E 也正确的。你的 A、C、D 都是肝硬化的，腹水的临床表现，这哪个不是？指压试验阳性。大家注意啊，指压试验大家假如知道什么回事了，那么大家就马上给这个答案项 B 打出来了。指压试验是检测什么？检测卵巢囊肿的。我告诉你，这在我们的诊断学上面专门讲了这。大家假如就是说不知道指压试验是什么，不要紧，我们在第一站的那个时间进程第一站的体检的时候要跟他讲。指压试验主要鉴于卵巢囊肿，也是卵巢囊肿跟腹水之间的鉴别，就用指压试验。那么阳性卵巢囊肿，阴性腹水，所以哪个不是呢？答案 B 不是。好了，就怎么做呢？这患者仰卧，用个硬纸尺放在什么腹壁上，医生你两手将纸尺压下，如果是卵巢囊肿，那么腹主动脉的搏动，结果跟囊肿传到硬纸，使纸尺发生什么搏动。假设是腹水呢，那么搏动就不能够腹主动脉搏动就不能够传导，那么指尺就没有这种搏动，所以叫做指压试验阳性，常常见于卵巢囊肿而不见于腹水。所以哪个答案不正确？就是 B 了，不可能出现体征，就是 B。 所以你想一想，个男人哪里有卵巢囊肿呢？不可能有啊，当然答案 B 了，是不是？